从我零四年出道到现在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哇，零四年出道，哇，天哪！比较，我1995年出道，95年出道，对啊，我还没出生。你还没出生？怎么打你两巴掌？两巴掌，给我回来！我六七年的几月？农历九月。我六月。不是吧？我也六七年。那不会吧？真的。我跟你来同年，而且我比你那还大，比你那还大，是吧？哥，你们家好姐吗？你别叫我哥呗，哥。啊，你不是比我大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多大？我1979。我1983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我就长得老而已，没有休息好，太累了。差一岁吗？然后那个，我们为什么要提起这个话题？他跟北方人都我们只是随口提一下，不要当真，不要当真，不要当真。这是我老公现在特别后悔来这个节目。都是你哥哥？对，都比我大。你们多大来着？报一下那个你们的年龄。92，我94。93。91。98。你。89。OK。91、92、93、94。可以。为什么要报年龄？这样为什么怎么会有报年龄的环节呢？你站在这儿那么显年轻，为什么不能报年龄啊？